家收看《锦锦厨房》。今天我要教大家做的甜品是 cheese stick。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是 puff pastries， 还有 milk， 还有 parmesan cheese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涂 milk 上去。记得要把它切开哦。完成喽，请你帮我放进烤箱里面吧，记得放入烤箱180度15分钟。 cheese stick 已经做好啦，接着配妈妈煮的青瓜汤是最美味的了，让我来尝。